妈妈有玩过吧？我妈妈有玩过。我记得妈妈有玩过。阿妈有玩过吧？我把我的布抓来。我猜阿妈有玩过。收线，那我要来玩收线。哦，是。来找你，摆出一块布。收线怎么用啊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收线，倒车收线，缝完。抽筋，这样你把我坏了，你干嘛？我卡住了，我傻眼，太缺，你干的什么？我倒车收线，然后他就卡住了。你是要把针弄坏了？哦，所以这个就是让你，你刚针没有起来，你拉在拉不动，笑死，针直接断掉，针在里面，我直接把针拉掉了。他刚刚整个针是弯的，我傻眼，差点就死掉了。可能要出事，没关系，你还有很多针。然后我就死了。这样是有说吗？这样看起来没有说，他只倒车而已啊。不知道，你拉看看呢？他不是。是这样子的，看起来很危险。所以我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线头这样剪掉。我试试看，把线头剪掉，剪掉应该就没事。这样就没事，这样都没事。哎，真的耶，这什么魔术啊？什么魔术啦？你没有研究过你的衣服长怎么样吗？不是啊，不用打结。你又不是手工，他都帮你，他就把它缝过去了。可是你如果这样子用久了，它是不是也是还是会这样慢慢滴滴滴滴滴，然后就又解体？可能会、啊。他怎么这么 Q 弹呢、啊？这个穿线太 Q 了吧？弹琵琶用的。琵琶丢出去了，弹琵琶上面出事，傻眼。这样弹起来就像电吉他一样。超好玩耶，是可以剪一半，怎么那么好玩？那块太小了，太难用了吧？没关系，我现在在练习乱搞。你就缝线呢，缝直的。Oh my god！ 太帅了！哇，开始乱缝。哦，所以他这个是让你。把线抽起来的意思吗？是把针举起来吗？就是有时候停下来，它针在下面。应该是。看来我熟能生巧，我要变缝纫大师了。就是不看说明书。我可以前进后退，前进后退。然后那你就一团线这样。是。后退！哇！他停下来了，按到加速了。加速！这个二点。好快！好快！哪个比较快？后面的吗？二啊，二比较快啊。太嗨！这样一小坨线是不是只能用一点点？你看，轻轻的。你查老线很多，太好玩了吧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坨线？没有。那你可以怎么插到这个上面？还是你要慢慢这样卷？他怎么教你怎么卷呢？我记得他会自己卷。他会自己卷上去啊？没有啊。这么酷。记得他可以啊。哎，这超酷哎！你好快乐哦。为什么这有一个圈圈？什么圈圈？
哇哇哇哇哇哇哇！那应该是你刚刚自己缝的。哎、欸，这超帅！那我这样就可以用超筋骨，然后超缝超多条这样。你有什么问题啊？太赞了吧！哇，太帅了！哎、欸，这超帅！这样可以把两件内裤缝在一起。为什么啦？你屁股会冷哦。双层内裤。哇塞！啊，那但头怎么？哦，是这样，是不是？绕线。阿妈呀，去用一颗柳丁，赶快吃下去。哦，插在那个凸起来的上面。阿妈呀，听吗？赶快去用一颗柳丁。该是然后他就会自己卷上去了。插在这个上面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很肯定。对啊，可以啊。只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拔起来，还有一个，哇！叫你推到右边，那怎么推到左边？哦，所以应该是推到右边，然后它就会转这里，是不是？你试试看啊！耶呢？没有插电，笑死！咦！你等下下面就烂掉。不，我去不去？最新玩具。不、哦，出事了！没有啦。信怎么不见？你上面那条信不见。哦，收进去了是不是？那你就自己重传。等一下。哦，我要打劫。出来。好，你快点。我是阿姨。他要被你玩坏的。什么鬼？我转到哪里去了？直接把它剪掉了，这什么鬼啊？用这个东西把它挑出来。原来是挑线机，哇！原来是挑掏耳棒。为什么针这么下面？因为我的布没有很大，没有很厚啊，所以你可以下面那插。你说从哪里穿到哪里？要从前到后。从前到后。所以你要从后面拉，往，对对对。我看不到，你连大人都穿不过，一坨银色，我看不到东西。什么啦？电风扇？那头超毛，你看。这个头是出了什么意外？出车祸。出车祸。然后你就要拿这个洗。这个呢？不，你失败了。哇！你太慢了。是这样吗？那这个线是要放到哪里去？没有啊，就然后往下，要往下，然后对啊，然后就他说要留15公分出来，你拉，你拉，就这样啊，差不多，就比较不容易跑回去啊。那这样子应该开头的时候就要先倒车啊，不然下去。我已经看不懂那一幅。应该要，然后倒车，然后再开始。